镜子里明明是自己，怎么多出了你？我读过笔记的结局，为何始终无法铭记？究竟我们有没有过歇斯底里的相遇？不需要更多秘密，一路上太多迷局，我不是这般执迷，为之归一书写笔记。迷途长路，这目的写记渐渐真实。谁说最珍贵的是自己？我愿用一辈子到一场目的，去你心里再读演绎这笔记。啊，多少次坚持只为问自己，有一天再相聚，这条路是否可以通向你的世界？与我隔多少距离，或许便有勇气再次告诉自己，我能去你心里。目的，去你心。